芊芊，你看我这期新款怎么样？这颜色还挺好看的，我喜欢。牛油果绿，特别的显肤色。喂，我是啊，怎么了？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算住院了。哎，等会儿，车钥匙。啊，对，走。303在哪儿呢？303在这儿呢，这儿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没事儿。哎，你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没事撸什么猫去啊？吴三，你搞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对猫过敏。医生说的太夸张了，没事儿。我就是想增加对猫的免疫力，这样把过敏治好了，就可以给你一个惊喜了。你有没有点常识啊？哦，你这样就可以脱敏啊？谁告诉你的？